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 IQI 的 Top Performers Overall 访谈。在这里，我们邀请了 Agnes Tor， 他是 IQI 房地产 Agent 最佳表现奖的得奖者之一。在2022年，他达成超过2600万的销售额，是 IQI Million Dollar Platinum Achiever Club 的一员。Agnes，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你作为 IQI Agent 所取得的成就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呢，达到了个人销售业绩超过25 million，然后进了全国十强。然后在第二年呢，我和我的领导温丽一起达到了超过110 million 的总销售额，然后有进步一点点，进了全马五强。然后这行业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我可以在3个月里面净赚了20万2000。那你一直都想成为 property agent 吗？是什么让你想要追求房地产事业呢？其实我之前是很抗拒做销售的，我之前很努力做 UOD， 又工作时间很长，总之，可是我没有时间。然而现在我赚到钱之余，我很多时间了，我可以陪我的父母吃早餐，我每天可以运动，我很自律，生活整个各方面都变得很好，还在成长自己，就是我可以去参加很多的课程进修自己，我觉得我从中学习到很多，这比我在大学赚到的知识更多。那么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在房地产生涯中遇过最困难的事情吗？你又是如何克服这个障碍的呢？之前一开始其实什么都难，不会打电话，抗拒销售，然后不会做 presentation，然后之后我是给自己一个6个月时间，我就给我自己设定这6个月是没有收入的。我把我每个月的开销呢，我就比如我开销3000块，我就预一个18000。所以在这是6个月里面呢，我就不想我有没有收入，我要专心的把我要学东西学好，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计划。那在你的职业成长和发展的道路中 ，IQI 如何支持你呢？他们为你提供哪些资源或者是机会，帮助你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呢？IQI 真的是我最大的贵人，它的系统太完善了，没有什么比拿到佣金更能鼓励我。然后 IQI 里面的系统呢，它会有分，比如每个人可以做每个人专长的地方，比如我的专长是在做 website 啊，做广告啊，然后我的 presentation 还不行，还要再学习，它就可以就是允许我。就是我去打电话做广告，然后安排客户出来，然后我可以把它交给专业的 IQI 的 salesperson， 我们可以一起评分那个佣金，系统自动分化。我交给那个专业人士之余呢，我就可以实实在在现场直接活生生看到一个 top sales 是怎样走整个过程的。是我觉得 IQI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系统的地方，让我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现在也成为了那个带领新人。假设你可以给刚踏入房地产的人一个建议的话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你要对自己的时间负责，你就算是一开始试试看，你要认真的试出一点东西来，试出一点成绩来，然后再看这个行业是不是你喜欢的。谢谢 Agnes 今天的无私分享，让我们真的是收获匪浅。再次恭喜你的成就。